还记得我的初体验，犹如晨露般清新，兴奋的心情，记忆犹新。若涂上彩妆，会更亮丽，但我没涂上，因为妈妈给了我 Eversoft 洗脸霜，让我每天轻柔洗脸两次。妈妈说，健康肌肤是她给我最好的礼物。这份礼物给予的全新体验，使我对大自然永久的爱由此开始。如此纯净、清新、柔嫩，愉悦欢心，永存于心。Eversoft 使肌肤健康，白皙亮丽。我的最初，我的永远。Eversoft